店里面的熟客都能够来看这部电影，那不该该是有多好。但是罗东没有电影院，只有宜兰有电影院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它很大气哦。宜兰跟罗东还有8公里的那个距离哦。他说，如果因为我找了很多宜兰的，不管罗东的宜兰的，其实只要能够在我们 NU 吃我们的饭，吃我们的面，他都没有关系。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对，只要是一个品牌，不管谁的店哦，反正都是我们的店哦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好，这个是刚好呼应。